到停车之后一定要记得拉上您的手刹车。这是在新北新店，有一名男子呢，昨天晚上是开着货车停在店家的门口要准备补货，但是呢，驾驶在下车的时候呢，忘记拉起手刹车了，货车一路是往门口的斜坡下滑，男子呢还想用肉身挡车，结果呢是惨遭后面的公车来袭夹中了头部，头部是当场变形，伤重不治。经查货车及公车驾驶皆无酒驾情事，肇事责任尚待进一步厘清，公车驾驶后续将依业务过失致死罪函送地检署侦办。画面当中这辆白色的货车呢，驾驶在下车之后呢，就一直往斜坡下面来滑行，而驾驶看到是想要阻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后面有辆公车是闪避不及，直接把男子夹在中央，当场的惨死。原来是他下车的时候呢，忘记拉了手刹车，停车的地方刚好是斜坡，才会发生这起憾事，而后续相关的肇事责任也还在厘清当中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